刘姐1959年生于大连，在家排行老六，小名小六子，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。据报道，毕福剑自小淘气，由于父亲给予的自由的成长空间，再加上天性使然，好动的毕福剑在文艺上颇出风头，拉二胡、吹笛子、唱样板戏、说山东快书、跳东北大秧歌，样样都能比划两下。1978年初春，高中毕业的毕福剑在辽宁金县太平公社堂房青年点插队，在一次文艺晚会上，毕福剑担任主持人，接兵部队的首长认为他是个文艺尖子，就把他要走了。之后毕福剑走入军营，成为北海舰队国家海洋局第一调查船大队的一员。当兵后的毕福剑并没有因为文艺特长而成为文艺兵，他被分在舰艇上当了一名操舵手。在军营的几年时间里，毕福剑担任过放映组长、俱乐部主任、副航海长、青年干事、团委书记。1985年毕福剑从部队专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这一年毕福剑26岁，而同在26岁的年纪与他一同主持2012年央视春晚的李咏已在央视当记者，张贝宁亦主持了今日说法好几年。因为当兵没能上大学的毕福剑很想到大学读书，可是根据当时的规定，25岁就不能读大学，他的年龄只能报考部分艺术院校相关专业。在一次访谈中，毕福剑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：他和一名战友在青岛的街上看到北京广播学院招生的告示，毕福剑觉得自己能考上，战友鼓励他考，他觉得4块钱的报名费太贵，当时一个月工资也才几十块钱，毕福剑的这名战友给他出了这4块钱。就这样，在战友的鼓励下，毕福剑走入考场，经过激烈的竞争，毕福剑考入北京广播学院。1989年，毕福剑从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毕业，并进入央视。刚进央视时，毕福剑被分配到文艺部当秘书，让我接电话扫地。那你没办法，每个刚来的大学生都得干这些。在活不多的情况下，当时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剧组缺事项，担当主摄的广院老师刘书亮说把毕老头喊过来。就这样，毕福剑成了《三国演义》的摄像。进剧组没几天，他成为主摄之一，而直到1994年电视剧拍摄完毕，剧组才知道毕福剑原来是学导演出身，并不是摄像专业的。1995年毕福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，随中国科考队首次远征北极点，成为第一个徒步到达北极点的中国电视记者。据媒体报道，那时央视在台里挑选随行记者，在冬天的松花江上进行体能测试，要跟着长期从事野外生存训练的地质工作者在一起，天天背着几十斤的冰犁在冰面上跑来跑去，再大的风雪也不能停，整整一个月，到最后撑下来的就毕福剑一人。毕福剑通过选拔测试后，尽管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但当他拿到随行合约时，还是吓了一大跳。合约最后有3个选择题，如遇不幸尸体，一就地掩埋，二运回最近国家火化，三冰冻运回中国。毕福剑选择了第一个，也就是尸体就地掩埋，北极之行的凶险远远超出想象。一开始随行的还有另外2个电视台的记者，但都因无法前进中途退出了。在北极之行中，毕福剑曾2次差点丧命，
依次是进入了北极的冰层间歇带。间歇带是北极最危险的高频率冰裂地带。毕福剑描述，就听见旁边有裂开的声音，什么都不敢看，跑出去了一回头。我刚刚站过的地方，十多平米的大冰块早就塌了，还晚两秒钟的话，我就掉水里了，铁定冻死。还有一次是掉了队，那次北极起了很大的冰雾，跟我们这里的中雪差不多，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掉队了，背了60多斤的行李和摄影器材，从上午10点一直追到下午4点，因为能见度太低，我只能看着地面上留下的雪橇印赶路，右的防北极熊，右的扛重物。最后赶上队伍的时候，我的腰已经弯得痛极了，右眼也被雪灼伤，成了雪盲眼。毕福剑曾回忆说，北极之行给我的人生带来太大的影响了，主要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处事哲学。人要学着宽容和珍惜，没有体验过生死一刻感觉的人是不会明白的。从北极归来不久，1997年年初，央视一档名为《人间万象》的栏目面临改版。作为戏剧组的副组长，毕福剑接到任务，想办法把《人间万象》的收视率提高一下，让人家喜欢看，出什么招不管，去做就行。2004年，央视《星光大道》开播，毕福剑主持。2009年春晚，毕福剑与赵本山、小沈阳、毛毛合作表小品《不差钱》，因小品中毕老爷的称呼，节目播出后，毕老爷变成毕福剑的昵称，毕老爷红了。2012年1月22日，53岁的毕老爷首次成为央视春晚主持人，一开场，毕福剑就打了磕巴。在随后的主持过程中，同为春晚新人的骚贝宁调侃道，我这个新人和他毕福剑不是一波的，并笑称，有你这么皱皱巴巴的新人吗？此后几年央视春晚，毕福剑连续参与了主持，或许是因为太过顺风顺水，导致思想的麻痹，才出现了之后那令人愤怒的一幕。